我们是竹林中学，然后我们是家政群，我们的题目是以就是我们学校附近有一条缅甸节，就是我们跟他们一起打扮的像他们一样，我缅都是一家人。明哥老师好，欢迎来到，我缅都是一家人。那现在心情会紧张吗？会。那我们帮自己加油一下。好。好，一二三，加油。 好，我们是彰化高商，然后我们参加的是设计群的项目。我们是视线，就我们是在讲，就是希望可以人们可以不要，就是都不关注国际议题，不要选择漠视这个，对世界发生的事。那现在心情怎么样？会。彰化高商，加油！我们是北科附工。 那我们就是参加的是农业群的创意。我们的作品名称是“跑出快乐绿能量，自给自足的老鼠生活”。牧场，对，农场。我们为了就是因为符合我们题目，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老鼠。然后因为我们跟发电有关，所以我们就夹在身上，然后有跟发电有关的一个电路。对，很紧张啊，很紧张，真的很紧张。 加油！太弱，你们最好要一起讲嘛。好，我想你们的题目。加油！哎，你们刚才跟我比赞，跟我比赞呢。之前有要那个，要那个。
们是基隆市二信高中，然后我们参加的是专题组外语群。私たちは二信高校から来ました。我们的作品是关于题目是日本語の曖昧文化について，关于日本的暧昧文化。有点紧张。一二三。せーの，二信高校頑張ろう。是不是我们邀请我们教育部的主办的单位教育部国教署的这个林婉琪林庄敏伟帮大家讲，有人欢迎这个林庄敏伟。谢谢陈院长、郑老师还有洪老师，在场各位评审的师长们，大家早安。好，非常感谢大家哦，这么早，如同刚才陈老师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学生整个学习生活的展现。那今天大家应该也会评审的非常辛苦。林教授帮我讲。部里面也非常的重视，那上次跟各位报告部长本来早上要来，现在改到下午才来。那先跟各位讲一下，不要一直在期待等部长来，部长都不来啊、哦。好，部长下午大概下午一点半的时候会到，那再好可以留下来等部长啊。部长大概也会在这个地方，我们请一些企业界的朋友过来，那部长大概会跟他们谈一下，那会有人来拍啊、哦。如果你想。再次感谢各位的一个协助，像我们今年的比赛一样，跟往年一样过得顺利，谢谢。请这个部分，华语是个给我们的母亲给他们一个爱的这个鼓励，所以王老师在那天会带领大家唱心声伟大的歌，所以他今天不讲了。好，那在开始评审，等到我们8:55错误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以评审。我们这个手册上面的那个件数为主，那在各位评审单上面也有注明说，你大概可以要选几件的这个得奖的作品。那在我们之前也请各位先就学生的作品先做一个排序哈、哦。那不过这个排序我们在去年开始试行，就是看说如果我们先事先做一个排序，会不会在评审的过程中比较方便一点啊？如果各位看看说是不是这样的排序对你们可以作为什么样的一个依据，那只是给各位参考。那这一个还是由各组召集人看跟大家讨论看决定，说是在这个今天的评审的部分哈、哦，我们最后交到大会这边来，各位评审完以后再回到这个地方来。那避免说加州每个人都是85分，这样加州应该还是有一些这个优劣的失去的评分哈、哦。所以每一件作品，就每一组是这个学生哈、哦，他们会很在意他们的作品，我也对他们的看法。虽然在评审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给他们一些意见哈、哦，不过那这样我们比较有一个依据。那我们在评分表上面都给各位比较方便，说你可以勾他符合啦，他有创意啦。所有的作品，就我们一个作品都是因为上面的勾的事情看起来每个评语都很像，所以可能如果说有些个别的建议，都在麻烦各位写在那个你的上面的那个建议表里面，那我们就到时候收回来，我们会汇整。那18分，有时候学生的报道他时间没有掌握，他可能很时间很短就讲完了，那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好问的哦。那有时候这个我就说他没什么好问的，就跳到下一组，就学生觉得说。哎呀，我好像都没有，对我们好像这一组没有什么样的，太多的关爱的眼神啊。就为什么这样就在那边到，就跑到下一组去了、哦、那他们回去就会表示，哎，我两个数值就走掉了。啊、所以就之前，如果各位那个领去啊，跟那个班去的话，在放在家里面，就说那有对于整个活动有什么觉得要改善，那都有各位的名字也帮各位洗过了，所以都可以马上可以使用。那你可以用完可以带回去，都留给我们没有关系。这是我们班大家准备的。以上。放弃电线的装备。我们总长好像没有来。那我们提供争取的6折的那个优惠券啊，这个如果说各位停车在，好，那如果各位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就稍作休息，等到我们就8:00。那各位给他们一些鼓励，那真的很感谢大家对这些学生哦，他们的这个指导对他们来讲。这几年来鼓励有破局的作品，就是他有时候机械群的跟机合啊，机械跟餐饮
也可以结合用学生作者跨学门合作。那这今年也有蛮多作品是他们跨学的。这部电机跟动力机械也可以，没有免费停车的最合作起来。哦，陈老师也是洗手间吗？有他。他直接。将污垢直接清除掉，那么它范围做清洗、做洒水的动作，也可以运用在园艺，在园艺的部分，在帮植物管子上方的铜管，我们借光从这个水管从这个铜管中通过，达到一个固定水。但是这个软式可弯铁管是它的缺点之一，它在多我们空间上很大的限制，所以我们最后创造，我们最后集结了我们前方的优点。改良的前方的缺点。这里我想要补充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高一的时候，因为班上有学校他们，但我们随着年纪增长，发现这件事情来作为这次的目标。我们在做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有上校他们，或者是对他们有所偏见。像我们会以抽牌为主。如果是以溶剂的部分来说，水跟酒精的时候具有稠度，也比较不会让人产生钢管的问题。再者，酒精有一个问题，酒精具有刺鼻的味道，尤其是在蒸煮的时候，它的刺鼻味道会造成我们鼻腔的受损。第三个我要讲的是浸泡的时间，这个过程我们会有几个。我们会有展示绿色的，但是它里面的胶质是透明的，挤出来不会有感官不佳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可以当市售贩售的。而在贩售的过程中，因为你现在阶段就是主要当然是个构想阶段，因为现在我们的原料来废的原棉嘛，所以假设我将来要大量生产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到我要去哪里收？专题的时候会有一个大棉塞，然后就是导致积了很多的棉花在那边。多少？好大！这个球球的这个，里面有装不同的东西吗？所以你纯粹只有摸这一块。但它家具是有触摸的。另外，我们这
这一项。等一下，我看到你眼睛也不一样，所以你另外那个眼睛是什么眼睛？你说这个是松，这么危险，然后有一个特别的触感，像是这个是凤凰花木的果实，我们也是从果荚里面去捡出来的。这个是坚固的灰尘啊、细菌啊，就像你另外一个那个娃娃，那个另外蝙蝠来的是蝙蝠，你是蝙蝠，你虽然是我们的。我们的收纳，我们所有的教具都可以收进我们的收纳箱里面。像是这个隔层就是放毛线。あなたなんですか？これは最近閉館観光をアピールするために作られた裏です。ビデオに閉館の綺麗な観光スポットを全部入っています。見れば見るほどきっと行きたくなりますよ。そうですね。こういえば、タッカーをアピールする曲があればもっといいんですか。ねえ、来ましたか。来週日本の高校生が来しようかなと考えています。そうすれば、先者とても熱くて日本人観光客や日本語学習者にあまり便利じゃありません。もしコンピューターの授業で学んだ知識を生かして自分たちでカカオ案内の学習ウェブサイトを作ることができたらもっと便利になりますよね。そうですね。それでは具体的に4つの目的を説明。需要多台的时候，你只需要利用两台音源线，你只要利用两台音源线进。考虑到码头停泊的问题，啊，不然你这个拿两个翅膀这么大，啊，你在航道上面啊，或者在哪里，这个问题就会更复杂，因为你的界面，你的使用界面就更复杂。第二个，我刚刚看你在做嘛，它可以发电，这个我不怀疑，你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因为实际上这个问题事实上有一点。两块当做像我们的腮红一样，就是当一个比较漂亮的装饰，这样比较好看。男女都抹。对，男女都会抹。穿的就是缅甸传统装工，求生的。他是，这衣服是他阿姨从缅甸特别寄来的，因为阿姨知道我们要参加比赛，就很支持我们，他就送了我们一人一套的衣服。所以你缅甸街上各个店家都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就是我们透过就是讨论啊，然后制作了印章啊，就是也吃了很多美食，对，了解很多的文化，美食真的是吃了很多美食，文化一知半解。所以我们专题利用电脑刺绣及数位印花这两种课程，结合中国文学，再利用服装设计展现出我们宴会的方式设计图案，之后印成布料。另外，我们寻找适合主题的文学诗词，编绣在服装上。这件就是我们设计制作的服装之一。太好了，是画里这一个。那我们一开始最先选择是闽南这个地方，因为闽南就是被高光观光中的帅哥们观光中吸引过来。搞不好你的尿素放进去，水那个是已经都已经降温了，没尿素。上网搜寻发现，近年废弃牡蛎特色展，太多了，客家的这种，对你们自己的，你们这一组，那技术也是没问题，因为经过他们。改造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你知道吗？是，你晓得。因为它牵扯到它的一个结构上的问题，它的基地的这个问题。那更何况是你除了改它的结构之外，你还要了解到日本这个独特的暧昧文化，但是却有许多日文使用者不懂得如何利用日本暧昧表达方式。因此，我以后的传递，因为阻力的减小，所以我们可以减少燃油的消耗。我们对人体及
环境都无害。我在未来的发展的同时，在未来可以希望站在更多的角度，并且可以有更大面积的我们电子业，我希望它能来提升它的电子业。以上是我们的介绍，谢谢大家。那吸附的力量跟移动的力量这两个之间，我们取得一个平衡。不要你吸附的力量下方这边，它会有磁力，因为我们只有在下方接触的时候才会经过引导。我女在这地方转动的，它移动的力量跟我的吸附的力量两个，因为这里要取得，所以这两个之间的平衡，你能怎么去考量它之间的关系、关联性？尽量避免就是和对方使用否定的方式去沟通，他们反而会选择较有爱的方式。日本文字的艺术以及以礼待人的心，体谅对方，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不以过度直接拒绝的方式，而是以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全然違いますよ。爱曼经过短暂非常好，他未来假设有些人买了回去之后，但他可能没有办法买那么多，但是他如果去体会到你们要对，是两个呢，是两个哦，这两个是摆饰，但不是很可惜。那买一个这样一个装饰品回去的几率有多高啊？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就是花器，然后或者是说你刚刚讲的这个可以装茶，或者是可以精油啊。然后灯饰等等这些，像我家就会买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就是有实用性又美观的东西。然后我们有时候它就会形成可拆式的设计，这样子就可以把滚轮拆下来做清洗的动作，而不是整只拿去做。不然你保养会很大，哦，这个相关。第二，这种梳子不能梳头发，梳头发一定会把头发卡在里面。哦，你没有发现我本身就做美发的，所以我很清楚。所以刚刚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不懂得藏牌子，所以里面并没有一收很正。这个可以按摩，如果是里面的空气一样是边流，它一样是可以拍打，可以拍打。那是给我刚启发到的。跟使用级的不锈钢，所以如果我们之后可以再更加
的，希望我们未来展望可以把我们的接触到食品。你第一个感觉好像都要去工厂里面捡废料来兜什么的，不用那么刻苦啦。还没智慧化，我们都只是透过。我们在 PLC 的时候有。送 PLC 的时候已经。对对对，而且 PLC 没有。没有了，因为 PLC 成本太高，而且需要增加技术。发现你的基地温器里面啥子靠？因为我们是希望这边不只可以看到旁边产生，也可以。让刀具不会掉，整的一套流程，从不停的讨论到最后，我们定案的是这款智能系列跟家用系列作为我们结合，做出时令风景组跟远光打铁组，会使用到的机具、牛角尖、塑形刀具的时候，成插画画在我们包装上面，也设计了明信片，我们用。海报设计到周边商品设计，我们希望能够针对不同的客群跟不同的内容，来共同达到远光推广远光。包具也没有包装或是其他的向上标示。那我们在生长和开发方面，建议上面要增加光增速组，让它另外再加一个风机在上面。不是不是，增速波浪的。对对对对对。那波浪的门呢，就是看它的。太少，就是说。应该要再多看一些国外的网站，跟可以有关相关的网站。那这个设计用用那个什么 PPT 就可以做了，好、哦，要再讲一下。这个方面老师有跟我们讲，有讲过了哈。老师，对，因为我们今年回去有很大的。再来，我想说啊，如果说你刚刚说一些订房的那种 APP， 是他有想出去玩，然后那个影片上面的颜色有个黑的跟蓝的那个。学校有教过木工课，还是看那个在一年前，一年通过手机都有。
特效，需要点真，因为这是一个你使用到全新的板子，没有很难想象说你这样的一个这么棒的一个作品，只有这几个是设计过三代眼镜，我觉得要有。要点来探讨，一为化学方式，二为连接量，三逐渐在本家的蔬菜实验上进行观察实验。实验过程中是使用豆科的豌豆粒。我们的实验目的主要有其二，第一为作物的生长状况，由于只有就营养生长而言是相当的良好。最后我们的结论，谢谢各位评审老师。推广，那所以空间板子上面，那对于实际上面那个原来休息站应该有的内容休息一下。那我们保有它原先的厕所，我们都并未做改变。那我们将原先是有效的动线规划，然后来重新规划我们的实验站。所以这十个东西就会在里面，对，我们的方式就是你买的东西这样。关系分区，就大概能够理解，就是那个功能到底是什么。那其实还蛮复杂的，它不是只有你们现在把这个食物放进去。那加上运费可能就300多，那这人家买不下手。广告促销手法改善，对，价钱再好。新竹店算是原住民香料，探广原住民香料取代西方香料的可行性，了解消费。成品一包约30公克，两包等等。我们使用3种促销方式：第一种与网络上公告免费试吃地点与时间；第二点与网络上打卡，略微偏高的单价作为本产品的市场定位。SWOT 分析：有问卷全数收回，但其中有效问卷仅有65份。第一点，对于马告口味以正宗产品来放置，最明显大。问卷调查发现，以10分为满分，对于两个包装设计，两个是从对，有两个不是包装后面的。就是我们有叶，不是，这是赤葱，我认识的赤葱，对，因为三不调，它特别味道，没什么味道，没有，对啊，赤葱，所以采下来说，是原住民都喜欢吃的那种，这是香料，他们常用的香料，对，味道很大而已，那长不大吗？原料的取得会不会有问题？就是可能产量没有那么。那你等于说你卖东西几乎都是，我觉得你包装成本有需要到10万。是是是。那我告诉你哈，你如果来叫我调查，我喜欢赤葱。你说刚才说大部分人说马膏，因为我喜欢赤葱。校内发放。哦，学同学。因为他们的所有的调查几乎都是校内。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做调查要扩展一下那个年龄层。年龄。我们就是我们的
没有特别的，因为蛮有，而且叫 friendly 的时候，对，跟他们互动的时候，没有稍微跟台湾比起来，那他们在台湾，因为刚开始也不知道怎么看公车表之类，所以他们行程他们都是要自己安排的。那刚来到高雄，这还不熟悉，就要自己安排行程。对啊，我们还要参军事务。人生や旅の様子を知る過去の手段として流行っています。现在扫描这个行程啊，观光客是免费的。是的。そこで私たちは日本人に対して2段階で。在学校品德教育的熏陶下，我们积极参与了关怀老人的活动。无论是在安养中心还是在社区里，都常听到阿公阿妈说：“想要抓人，厝内甲社工拢抓袂到，重点是要安怎较好？”多谢你来帮我抓人啊！好在咱这困难呢，这是要安怎处理啦？安尼，我甲你介绍一下。第二，感官性，红、绿、蓝三种颜色的视觉刺激与精细动作、关节活动的反应训练。就成果融入幼教课，带入幼儿园的课程，进而达到发扬多元文化的目的。接下来是我们的作品介绍，全部都是我们亲手做的哦。接下来我们要借美感的色铅笔来画我们整本绘本。那绘本的后面呢？还有。二三。各位评审，大家好。我是建筑工，长期砌砖。会引发许多疾病，还有不办啦！你在忙什么？在找专题的主题呀、啊，所以翻一翻课本，看能不能找到点灵感。那我们一起想吧，上网查资料就知道啦。哇，原来甘蔗渣还可以制作成环保吸管呢！这也太酷了吧！我们是氧材料祝福研究团队，我们以茶花为研究主题，名为“氧存纳灰的新纪元”。中有着传福、沉福、祈福的含义。产花工艺被列为无形文化资产，让产花重获复兴。十多颗，但还好最后有成功的做出一组乐器。乐器的整。体验 AR， 第二项是产品佩戴 APP， 模拟产品佩戴后的效果，可以在 Play 商店下载戴戴看 APP， 下载后即可开放式全向 3D 投影，可以在空间中投影出立体的产花，让消费者无需以长相厮守别针来介绍，点选后先看到商品的介绍及规格。这款电子行路可以及时。那比如说我们讲你的那个手杖好了，手杖现在是折叠的嘛，那五步五步一般来可以试把它弄成手杖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五步五步要改善的部分。那再来像比如说脚踏车来讲，爸爸骑脚踏车，我们脚踏车设计是用脚，哎，我在审查，那是训练脚，对，所以我们现在训练手，训练让它有技术。那这个概念到底是怎么办？我再跟解释一下，就是这个产品是我们手可以握着前把去进行它竞速的一个动作，所以那个都要经过讨论吧，不然它搞不好受伤了变成滑手机嘛。那有解决这个问题吗？对。然后我们家也是发现到这个软体之后，就结合软体，然后再下去进行运动，所以实际上我们相处的时候真的会。所以有时候没有注意到旁边会有车的协警，所以我们也是没有系统，我们系统有两侧。
干身体吗？那它马达会慢慢进去？对，0.7公尺而已。那个侦测范围里面的，所以我们这个电路是会作动，所以车子进来的时候会减速。嗯，这些处理的都不错，就是现在在卖的。我去年还更新。所谓的智能就是，那书桌呢是我们每个学生都需要的物品。那我们结合现在学生常用的一些3C 产品组装，全部都是人工的。然后呢，我们的第一个，它就可以开始进行充电，可以让你们上来看一下 ，OK。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的 USB 充电器，可以让可以供使用者用线的方式来做使用。第三个呢，我们搭配一种旋转式的。第三个呢是我们的蓝牙音响，我们一样从那边开启。等我手机滑完以后，我说我怎么滑买还不能买啊？还要再去找会买，再去找就会买，算了，还是回家。不同塑胶的热塑实验，这个实验，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实验，更加了解不同塑胶适合的加热方式，选择3种不同厚度的塑胶作为我们实验的标准。像保特瓶就是最合适，因为蜡烛的方便性，所以我们选用蜡烛。然后再来是实验结果，与其他年轻人也是在这段时间回来的，2次 SBIR 以及1次 SBTR 计划，为的就是让消费者吃得安心。本组结合商业课程所学，研究好虾救蓝色的无毒无农药的生态养殖，且产品都经过安全认证。解谜游戏就是将密室逃脱搬到户外，不管你是单身贵族、3、5好友，都可以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游戏。哇！为什么我们会想要设计这款游戏呢？因为近年来实境解谜游戏越来越兴盛，也有许多业者将知名景点结合实境解谜。那么我们是怎么设计出这款游戏的呢？我们先实际勘察哈马星。游戏设计上，我们运用了领团实物当中的游客观光心理学以及名胜古迹导览，考量游生难度，借由剪辑过程让游客体验哈马星的人文历史、快价格。脸书上面，谢教授。火车工。是。我的性别是工，我是性别工的兼职。是。路易斯摄影吗？是胡总，是谢谢啊，部长你好，是。我们做理财教育的，好，是谢谢，请坐了，好，谢谢你。本人看起来比较年轻哎。啊？如果真的能够开发，我有7个专利，7个都上市，都有在卖。因为那个是真的关键，对，因为你学校可能就是考虑到经费的，再来就是说，实用性跟企业民间的结合没有抓到，对，那我都也在努力写什么叫延续，把你的创作延续到你就职的时候可以得到，就不会浪费掉。是，哎，你真，哎，建议，对，要早点早上已经有朋友是，哦，嗯。跟部长介绍一下，留个空档诶，给不会，你们就当做练习一下。来，你拿着指挥棒，我拿指挥棒，就由你开始。各位评审老师，大家好。哇，你好。我们的主题为幸福烘焙馆，欢迎来到甜蜜场。继续讲，继续讲，有请多久？研究中心本专题以沙贝尔数位烘焙体验馆为主题，透过数位烘焙、数位行销以及互动体验，是了解体验馆内设计行销管道，达到数位行销目的。研究方法：本专题参访体验馆5次与参与制作 DIY 体验2次，透过无线探讨，最后更改系统。馆内介绍，体验馆总共分为语音互动廊道、VR 体验馆、小味道 DIY、商品贩卖区。
会中心筛选过进入决赛的。据满意度调查结果，行业设计满意度高达90%，动画设计、煎油起饼干所需制作过程。根据满意度调查结果，动画设计满意度高达90%。线上网站、开发电脑版与手机版线上网站，能立即更新专题成果内容给民众参考。无论民众可获。一年，我们都不是评审老师啦。等一下，你们要再认真讲一次哦。那个评审老师来，啊，记得像刚才这样把它整个展现出来。祝你们有很好的成绩哦。你们那个贴图，你选够了。高精心的精选。是啊，你们那些后面那些这些产品都是你们的，哇，真的超厉害。加油哦。哦，记得我们没有评分哦，不要那组来哦。哦，我们是给你们练胆量的啦。那么讲得很棒，在笑。部长能够驻足这么久的话，很荣幸。加油哦！哦。看那个技能竞赛。是。对。其实专题竞赛是第一次。啊，那个他们技能竞赛，那个105年每次去开。对。然后大部分其实都是看技能竞赛。是。然后专题竞赛对，然后其实也觉得蛮有趣的。是啊。就是专题嘛，它比较像是不像是一般技能，它就是针对那个技术去做。然后专题就比较像是，就是像我们是商管学系毕业，对，它就会有一些像是商业专题比赛，很像的东西。我想说啊，这次刚好邀请部长来，就是来看看这样。OK。想请他们做职员这个，就是媒体做的。对，待会会就是准备一份给部长这样子。谢谢。对，希望能够一起在民间帮。教育工作，分身乏术怎么办？没有，那是进入决赛的队伍，因为我们场地应该不够大，没有办法，所以这些都是全科中心负责的。那就是校内透过校内的最优秀作品参加各群科中心的比赛，那各群科中心按照我们规定的那个件数送到那个决赛啊。专题组它就是跟课程结合，它结合我们的校定必修的那个专题制作课。那创意组怎么？创意组就是完全，他学生天马行空，他自己想象，自己去发想。是。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强调创意，那一边可能就比较强调跟课程的结合性。嗯。跟课程要相关，你不能机械的跑去做一个什么餐饮啊什么。哦。所以他那边几乎都跟课程。跟他群的课程有关。那跟部长包括我们今年开始鼓励学生去跨群。对，就是配合108课，刚我们是要求先跨域嘛，对，所以今年就有十几件是他已经跨群的作品，哎，跨群的组合，那跨群的作品应该是在创意组这边吗？哎，还是专题组没有？专题组，比方说他学生他机械型的学生他做的东西他是不会动啊，那他在跟电子型的学生合作就是变成一个机电整合，今年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作品，而且跟部长报告，如果他是跨群的，我们特别补助额外的材料费，奖励他们。所以未来应该会有越来越多跨群的作品出现。那这是很鼓励的，因为到尤其到他们其实后续有在到科大啦，对，他们一直都觉得其实跨群跨域的这一些合作跟学习，其实出来以后在产企业界是，这是其实是对他们来讲那个能量是更强。对，这是那我有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部长要最清楚，因为我们现在108新课纲，我们在校定这一块，尤其我们技高，我们就鼓励他们开多元选修课。那这多元选修包括了同群、同班、同科跨班、同群跨科、同校跨群，我们甚至还有跨校。我们还有高职之间，或是高职跟高中生跨校来选修课程。
这都希望培养学生那种跨越，刚才部长讲的跨越的能力。你现在这种时代啊，不能只懂自己一点的东西，真的。以往技高啊，就是都是以科太浅太窄。啊，那以这样的方式，在过去比较我们说传统产业，大概比较不会有太多。可能需要的其他的这方面的认知或知能，对，所以他只要做好那件事。对，所以现在确实在，尤其从108课纲，一直比较鼓励推动希望在我们这个群里面的概念里面，去能够做跨科，其实是需要的，哎，甚至可以跨到群。刚才郑老师提到的这部分呢，其实是这一次课纲里面，算是一个很大的。进展，其实我觉得它就是某方面来说，算是教育要贴近，就是目前市场情况很重要的原因。对啊，更重要的是说，因为这种产气的变化跟结合速度很快，非常快。对，你如果学生很专，但是他对这个本科以外其他的是陌生的，他以后可能要去思考说跟人家合作，他那个讯息其实是不足。对，他在跨，就是说能够在群跨的这种跨域的学习里面。最大的好处是会知道本科以外还有其他正在发展中的是什么。对，而且其实像是我们这边采访到有些学生，甚至是就是他如果他跨过去另外一科，然后就不小心就喜欢上另外一件事情。对，其实也是有这种案例存在。整个我们现在为什么这次当然可能是在技高后了哈，为什么这次在学位授予法去做了修正改变啊？原因也是看到很多学生比如进到大学。大一，以为考进来哦，发现这根本不是自己所爱哦，所以他们常常毕业，就是进来以后调查下来，将近25%-27%哦，是发现自己走错了。那这次学位授予法里面做了比较大的改变了，让学生不一定要转系考或者转考哦，他是可以从这样的过程当中去修，搞不好他到大二以后发现自己原来兴趣在别的地方，他最后毕业是可以拿到他。后来真正去选修的，就是说他不用再经过这种转系的过程了。其实这个也某种程度在考虑，因为确实很多年轻人是接触了才知道，原来自己喜欢的是这个。对。我们一边参，对，带我们看一下今年。郑老师好像希望我们就只有在这里。我这个都是很专业的东西，我只看热闹而已。有没有郑老师比较就是觉得可？介绍，我不能乱介绍，万一他没得名，我就找他。其实我们这些学生呢，看他作品都很棒。他们的这个画创意，因为在创意作品部分，我们是复兴的。是，我们在前四组都已经跳得很紧，对吧？我们一个平衡。大概你感觉什么会使商品化？我们有看到蛮多样的，真的可以量产化。是，那我们问有问他们。因为有些有生理专利的，到时候你先去生理专利，专利出来之后，我们开发出来共同项目。我们部里面针对得奖作品，他都要申请专利，我们要补助。是，我刚才廖董事长在，其实看到很多学生考的作品，很多东西都很希望有机会帮他们量产。很多东西就是说，因为好的，那你久而久之没有弄，经过3年之后变黄，那你原先的专利呢变没了，因为你已经被改造，所以现在所以说现在专利也在改了，设备产品也在改了，不会说因为我做专利之后就可以被刷掉。作品真的不一样，真的技高的学生就设计群了，真的设计群，设计群比较嗨。我们这边也有，这边是艺术群的，真比较文艺术跟设计比较文文的，带我们去看那个机械。机械的创意，它有动态的，会比较感觉会比较有生动。真的，他们在评审，这真的在评审，不能干扰。那边正在评审。挺晚的，你要跟简单跟部长介绍一下你们做的什么？要让工人去休假，你们用机器人帮他盖房子。我们目前没有到处做事情。
是你们可以取代那些工。我们那个设计的发想是希望未来可以取代，就是这样维持的行业。这会动吗？哦，可以。你要表演一下给部长看。以前的 PLC 用在自动工作回路，那现在把它弄在这里来，可以装在这里。是。那我们电脑的 PLC 的端子用的。成功了，不然就丢脸了。他们也很紧张啊，不要这样。志明哥，志明哥写真做这个，上了，演戏的时候去学。哦，到校外去演戏的，学校安排的吗？是。到哪边去演戏？是科系，就是我们的科组的去写计划书。哦哦，拿去外面演戏啊？对。这很特别哈，会跨到这个，是你们感觉很感兴趣这样。因为到之后制图科，就是制图这方面可能赚不到什么钱。很务实，讲话好实在，很务实，很务实。就是我们要去设计是自动化的，就是操作还有那流程，这样是比较容易赚到钱的。嗯，技高的学生就很务实。好了吗？那表演。然后就慢慢玩，越玩越大，啊、然后到时候就吊货柜，那货柜厂他们就是这样弄的、啊。因为我们是科主任是来就是帮我们去用一些研习的，所以我们本身如果没有科主任帮忙的话，我们也不会去接触到这些东西。所以你们反而是在实习的那个过程中接触到，对，就是研习研习方面，对，我们有很多研习，然后我们还有考那个机电整合的丙级那些，有去接触到这些基本的电路管理。三重。跟你校长啊，就在校内就开这些课，不用到外面去演习，在校内开。但是我们科主任的帮忙，可是应该也是本身有兴趣吧？对，有一些稍微。如果没有兴趣的话，科主任在帮你申请计划，可能也是不会去。那是怎么样找到这一块的兴趣的？因为我们在一年级的时候，通常都会有接触很多不同的研习，所以就是渐渐开始产生的兴趣。然后就会慢慢想说应该可以做这些东西，然后来发想可以运用到哪些方面。有其他同学是跟你们很像的吗？对，什么就是其他的同学跟你们一样，然后但是不是做机电整合这样，做其实我们班的吗？对对对对，我们班的有些另外一组是做那种像云端控制的，就是利用远端操控，然后就是可以启动装置那些的。听起来都不是制图科的本行。那你们制图应用在这一方面，有没有哪一些是基础？你们觉得用得上去？基础就是基建原理那些的，就是方，其实课程上面都会有相关的。是，其实基建原理，然后再加上我们有去学习那个，发想到有这种概念可以去运用。那我问您从现在选择，你们喜欢制图科还是喜欢这个基建？就是要看我们，因为我们一开始选制图，我们也没想到说去接触到这类的东西。就是因为有科主任的帮忙，我们才会去接触。所以到从我选的话，我还是会选制图。这样吗？你对科主任太忠诚了。很棒哈、哦。这个真的是真的。那会有下一次就是会有其他研习的机会，想尝试别的科类群在做的事情。如果有研习的话，都一定会去，就是不同尝试，就是尝试不同的领域。嗯。但现在还没有，现在就是往机电整合方向走。如果在未来，当然你们可能快要毕业了，对，有那种机会，以后说不定继续去大学这边啊，有机会，比如说你总是会选一个自己的主科系，对，你会很希望说有更多的课程的安排，不管校内或校外，是可以让你们有多种选修的可能性。对，就希望可以有不同的选修课程，可以让我们去学习更多不同的就是方面的技术。是，108课纲。其实是一直要打开，那你们不要说只是制图科，一直只在科内选，没有，你们比108还早，对，你们算先驱哦。好，谢谢。真的吗？可以。
我们可以自己去设定我们想要的温度。当我们设定25度的时候，哎，你们是做什么？我们是智慧居家嘛，平时他们专门在等部长。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就前面介绍一下。好，那我们前面部分，对，然后我们只要一刷卡，是他们就会自动打开。那我们手机这部分，我们会做一个 LINE 的提醒通知。我可以直接从 LINE 这边看到谁就是家人的卡号，然后他已经到家了，几点几分到家了。哦，所以刚才那样一刷就会知道了。对对。是。那我这张卡号它是一张错误卡号，它是没有登入这个系统的。那我现在只要一刷卡，那他这边就会做一个及时的通知，有人用一个错误的卡号是几号？是，对。那假设今天有一个人他闯空门的话，他会马上用上面的网络摄影机拍照，并且传来给我，拍我们。对对对对。就马上立即马上就侦测出来，对对，那你就可以依照这个东西去报警。你差点是闯空门的人，你们就可以依照这个去报警。那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个 APP， 对，就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手机的 APP， 然后我们就可以从手机输入密码来远端开门，这样就不需要，这样非常方便。要是卡片不见了，也可以用手机来开门。对，那它这部分也会做，因为远端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东西，所以因此我们这边会做一个提醒通知，我们 LINE 也会做一个提醒通知。对，我们 LINE 也会提醒说是谁用手机开门了。哦，对对对。那最后就是如果有家人在用 WiFi 的话，它这边会显示 WiFi 已经上线，就可以随时监控小孩到底有没有在使用家中的网络，避免他网络成瘾。对，然后我们这部分我们自己是使用爬虫系统，我们从环保局将空气品质抓取下来，品质我们来做一个保护措施，你就不用再出门我还要上网查询环保局的资料，这样就四个图卡很简单就了解。什么科？电子科。那你们做这个主题的开发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对，想象里面，我们一开始是想说小孩子上下就是上网的部分会比较，就是因为现在网络蛮发达的，对，所以小孩子蛮会就是自己网络会沉迷，对，所以因此我们基础原本是以这个来构想的。假设现在只有小孩上网，那我们这边就会做一个已上线的部分，我们就会显示，那他只要一上线，我们家长他就会提示到，就会收到通知说他已经上线了。那它下线部分我们也会做一个提醒，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它使用时间是多少。嗯，对，我们是以这个方法去做一个物联网的一个应用。对，很多爸妈一定会很喜欢你。你是控制透过云端操控吗？对对对，全部都透过云端的。可以发挥起来，看你的 team 几个人。然后念大学的时候到那边去打工，当临时实习，以后就成为他们公司的一个这个专业的领域。那廖董事长是专门来猎人头，因为你们有这么好的 idea 跟创意的话，啊、你一定要能够延续到你的社会嘛，要不然你弄一弄白玩了、啊。对，刚好这个区块，因为中心保全他现在做居家看护的做得很成功，那现在你又多一个监控的系统的话，保防系统的话，可能可以跟他做个结合。这个部分可能看你们的前线到哪里。还有他们原先，因为中心保全他有蛮多的专利，那你的东西跟他有没有办法做这个搭配结合？对，那可以跨领域。那就麻烦长官。很棒，好，谢谢大家。我留个资料给你了，你们看后续假设那个的话，再来找我，好不好？那就谢谢长官。真的、啊，董事长他们真的在一直在看看有没有哪一些同学有东西会值得开花的，我们来弄来做，他不会白搭的。很棒，好的，好，加油啊！而且他们还特别用 LINE 去做通知。对，因为我们现在刚才 LINE 蛮多，就是现在大部分每个人手机其实都有 LINE 这个功能，所以我们用 LINE 这部分会比较，就是大众化，我们就不用再多一个程式之类的。对，所以我们想说用 LINE 会比较方便。对，我打岔一下，你们有没有拍一个微电影？我们有大部分。因为你这个系统拍个微电影，很快速的介绍。我一看这个影片，我都不用讲话就知道你在玩什么。它其实就是一个 demo 带吧，它一个 demo 带其实就已经就是一个操作的一个系统。对，有我们有做一个影片的一个 QR code， 对对，那可以扫一下就可以去看这对了。
谢谢。好了，加油！虽然我们不能帮你们加分哦，加油。没关系，没关系。在做有关于布农族的研究。是。你们是哪一群？我们是加政群。加政群。那不能称不是布农族。我们这位是布农族，是。那你们研究出什么？跟部长报告啊。来，我们有做了很多教具，可以用在幼儿园当教案。嗯，然后我们有配合六大领域课程，我们有设计了很多教案。对，我们还有自己画的绘本，是，可以给小朋友观看。这个都是，这个是因为我们自己画的，全部是自己手做的。是我们用色铅笔自己画上去，整本都是我们自己画的，一笔一画慢慢画上去。所以这个就是真的就是直接画完的这一本哦。就是我们画完然后拿去送去印刷厂印出来的。是是。嗯，整个都是以布农族的文化做探究、说故事这样。对。你快成为布农族专家了，很厉害。有做过哪些研究吗？你们印象比较深的是这样。原本不知道，然后看到之后才知道。就是他们的故事，对，就是这个传说故事。哦。这是他们的传说故事。这是英雄。对。對你们是也是用一年的时间去？我做研究的部分就是一年这样。那、你们有没有到布农族的他们的聚落部落？有去部落，就是拜访家吗？对，他们家的故乡这样。哦，在哪里？在南投溪溪州。哦，望美部落。可是布农族他们是不是如果要做这个东西的话，原本是用什么材质木材吗？对，就是随手可得的一些材料。是，这个是你们的创作，对不对？对，是我们的创作。那他们会不会觉得就是这个我们其实没有养这个，那用这个会差有点远？不会吗？他们觉得很好玩。嗯，对。Okay, 所以其实这边东西都有拿回去给家人看过了。嗯，对，对，就是给他们看过这样，对，我们就演奏这样子。是哦，你们有把这些真的在部落里面演奏，就是去给他们看。对对 对, 對、哦，我们还有用这个来演奏，对歌曲。对，那你们现在要演一首，可以吗？哇！你们说这乐器叫什么？可耐乐器，就是以环保的概念，然后就是随手可得的一些废弃物去制作成的乐器。所以这应该不是你们吃掉的吧？是，这是我们吃掉的，买然后买，对，我们真的去买这个，而且这个 size 找很久，是叫马蹄格，对，嗯，一二三，一爸爸一妈，一爸爸一妈，乌苏巴一爸爸一妈，嘎乌拉萨，嘎乌拉萨，乌苏巴嘎乌拉。谢谢。然后透过制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用小组啊，一个 team 的这个合作，那能够把他们这一年多来的课程里面的学习结果来做呈现。那我今天看到有好多的这个作品，他们很像字体科的，他会去结合机电，那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把它发展出可以一个实际操作的，这样可以未来帮很多。在工地非常辛苦搬运的这些工人哦，是一个很便捷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如果做商业结合的话，天然材料取之不尽。台湾这个特别保，我这特别保养啊，这些都是。这种很前面，它只要对，然后这样子折的话，就会有那个花的感觉。对，它就变个花。部长想问的是，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其实很少出现的，你们怎么会知道是有这个东西？这是阿嬷的年代用的。对啊。哦，就是刚刚好是谁家？小时候能够发现这样的一个构思是不错的，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很厉害。小时候我都只是觉得，哦，那个洗澡好痛。天然材料，人家是拿来洗碗的，就是天然材料，环保。他们会没有啊？阿嬷他们都会拿，他说哎，才会刷得干净。这里他们会刷脚，太赞了。小时候家里有用这种，到现在还会用。可以连拍。好，那我就连拍几张。好，OK。只是我比较没创意，到现在还是在洗碗。同学们已经拿来当这种这么漂亮的饰品。老师听过你的介绍吗？听过了。我们就过去。有没有兴趣？可以收到手机吗？
看得见。好，谢谢。谢谢部长。部长好。部长好。有没有你要帮我们介绍一下？口红给部长擦。我们是用天然的蔬果，我们是用天然蔬果烘干磨粉制造出新的口红，让消费者可以使用的更加安心。我们不是用色素粉，就是添加在口红里面，我们是用就是天然的水果烘干磨粉，对，然后化学物质都没有添加，防腐剂也纯自然这样，对，纯天然。火龙果的染色比例很高，对，火龙果的染色比例很高。你们怎么会有这个想象？因为我妈妈早年长期使用四色偏口红，然后嘴巴色素沉淀变黑，因此我们才想到用天然的食材来做口红，就不会有色素沉淀的问题。是。然后，而且加上我们组员的皮肤没有很好，然后他平常自己就会自己使用乳油木果壳壳子做那个护唇膏。我们为了要让他擦上漂亮的唇膏，因此我们也想到了可以用这些食材让他可以擦漂亮的唇膏。那个你们这样用这个产品，那个就说保存的不是保存的，就说持久度对如何？那个董事长想试试看。可以啊。真的很棒哦。对啊，那你们不就要先去了解就是口红的制成？对，我们要先了解做。那跟就是化学相关的东西。因为我们没有用到太多化学的东西，我们最天然那个口红原底就是可可籽油、蜜蜡、乳油、木果这三样。啊，对，就是添加在一起。那你怎么都没有涂？你自己做出来的。因为在比赛当中不能使用染色在身上。哦，我们有规定不能用人体展示，是，有这样的规定吗？像现在因为说口红说在随时都涂在嘴巴嘛，总是会喝水啦，会吃东西，对，如果用这种，其实是很棒的，对啊，当然再提起呗，那怎么量产？看产品要跟我们合作，真的，那你们有没有做出那个产品送给妈妈？母亲节要到了。一定是有的，一定是有的。我们已经预留了一份，他们已经用到不想用了。我跟你提一下哈，高雄科技大学一个化工科，黄定雄，黄定雄是我一个朋友，现在他在分析一些东西。他们的化工系里面研发用芦荟，然后提炼出那个我们保养用的，所以像这种的一个产业的结合，里面一定要有化工。那先赠送嘛，送到 OK 你就买了。先赠送，然后先撒，然后你要怎么去考虑到它的量产的制程当中，怎么去管制它的品质，才会稳定。好，谢谢。他是猎人头公司，董事长。董事长，叶董事长。我看到你们试了蛮多材料的，对不对？对，制作都是失败的。你们都试了多少种？我们总共试了10种，因为我们就是可以取得到的啦，就是这些材料，在我们手。啊，用这个是三色色，我知道它颜色是什么？它颜色是比较蛮，就是深紫色哦，对，紫红，深紫红。那你们试完以后效果最好的是你们身上的这个？对，我现在最成功的是这个。他们试过很多的，真的失败。对，怎么拿来？用辣椒，所以一般的口红是用颜色来分编号，所以你们就会是用水口味来分吗？还是对，就吃起来是什么口味这样子？也是可以吃的，也不会伤害人体，对，也不会伤害人体。那可以保存多久啊？大概是3个月，未拆封的话。30天。未拆封的话是3个月。3个月。对。拆封后1个月内用。就是我是放在户外这样，就是它不是一个阴暗的保存地方，它会不会有那个变质的问题？说明书建议，就是顾客要放在阴暗。对，因为它毕竟基底还是阴凉，它一定要放在阴凉处。就是也是一样，跟四色口红不能放在高温。对。那你们怎么试出3个月这个时间的？我们就是作品，我们是大概的数据这样，对，放到坏为止。对，就是从外观来看，外观它坏掉是怎么坏啊？是不是它发霉？对，它味道也会变跟发霉的问题。加发霉哦，比评审还犀利。对，我紧张。坏掉又打不出，突然谁要以后要请展成事先踹一下就会很厉害。就不会很紧张。
真的你听他吸引，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照应大家，不会，他们打的都很顺利，对，没问题，没问题。他们真的有做过，所以问的任何问题。不然我刚才跟少华讲说，就是我十七岁、十六岁、十七岁，我家里还有个。你敢要搁重新读一届？对啊，我去，好啦好啦，试用我们的108课，考一下考一下，考一下。有升迁升迁，个比较高 OK 啊。哎呀，住出来就长就这么小。如果要以后要长多少？一半哦。三二一，谁得了？好了，送给妈妈比个爱心。好，刚好要母亲节了。OK。你们评审老师听过你们？有错了，可是没有问这么多关于这些问题。对对对，我们是让你变得更厉害。谢谢，谢谢，加油哦！好，谢谢部长，谢谢。真的很厉害，未来有部长，他们保持这种实验精神。好，谢谢，谢谢。好，刚才你们在评审，刚刚来跟部长介绍一下你们的咖啡，烤咖啡豆子。哦，因为。自己家里有在做烘焙代工，对，所以呢，然后在家里烘焙的时候呢，就发现家里的机台很多很多不方便，所以呢，是才让我想要自己尝试做出一台烘焙机这样子。那你这台烘焙机跟外面的市面上有什么不一样？哦，像我们看这边，我们呢，整台都是可以拆掉的。像因为像家里机台，像我们最常第一个就是清洁不方便，这点是我们烘焙的时候很重视的。因为像烘焙完，我们还要后面还要将机台拆掉。对。然后所以呢，因为引体很多，就应该说烘焙过程中会产生出大量的引体。然后呢，我们每次烘焙完呢都要清洁。然后呢，你不清洁的话就会烧机。因为我们就有发生每一次烘都要。就是每一次烘，因为呢如果你不烘，像这边都会堵塞。对对。然后机台就烧掉，我们就有发生过这种。所以呢，我们很重视清洁。嗯。然后像你看一下，如果要烘完，经过这边要抽，我们马上就要拉出来倒掉就好了。嗯。对，然后呢？假如说烘完这边我们都可以全部都拆掉，然后呢，然后这个是速度很快，嗯，我们很重视速度，是，所以你这个最大的就是说要随时可以拆，把它拆解掉，对，拆解，然后做清洁，对，清洁，这是我很重视的。那个烘焙量多少？烘焙量我们大概是以600克，600克多久？大概十五，300克是10分钟，然后呢，600克大概干燥程度到多少？要是豆子的话，大概豆子2度，两度，水是2度，干燥是2度。对，我们烘焙就是要让它，像我说豆子原本是34毫升，就是靠这些机台帮这些。因为咖啡好。温度，还有它的温度的控制，还有它的干燥度，影响咖啡的。对，这就是知道。所以说你们应该去，就在炒大的时候，嗯，对，还没炒大的情况下，什么样的什么，那你要做一个记录，这最好的一个。最好的这边就有记录。卖产品顺便教人家，我们就有记录，教这样。像这些，这都完全是 DIY 啊，这全部都是我们看他自己焊的，他们对对对，就是我们去手拉的，气焊枪都会哦。他这里是用的是氩焊，对啊，氩焊的，对，全部都是全都氩焊的。啊，电控都是也是你们自己配的，电控是，你电控那里是什么科的？也是钣金科的，反正就是做电路啊，哦，像都自选。自学吗？对啊，是，所以也不是有其他原因。就是兴趣，就是兴趣。其实电控在钣金课里面，他们没有这个课程，我们已经没有上工业培训。那你们是到外面还是自学？有兴趣。学校的工学校有，就喜欢做一些 DIY 之类的。真的？哇，那你平常还有做什么 DIY？ 我本来以为他们只是画像，整台都自己做，就做这台。哎，那我问一下，你们是怎么分工的？像主结构这些焊接都是我。然后呢，电路就是像这些配线是交给这个，然后像还有这些马达这些都是，然后像主结构焊接，然后化工，嗯，你才两个人，没多少几个，没有，就我们两个而已。所以管线的配置这些动线就是也是，就是这样，这台搞弄半年这样，那这台差不多想到就可以弄出来。只做的话大概一个月差不多，然后。第二代加起来大概半年。因为研发产品是这样，
有这个构思，有这样的做法之后，怎么把它浓缩，对不对？怎么把它浓缩，怎么这行销，你们后续的发展才不会因为说啊，我用完之后毕业然后就没了，哦，就是把它整个结构的改良嘛，然后把它浓缩到一个情况可以提着走，就推着走，我到马上就可以封存，马上可以使用，它的价值性就出来了。是认真有要卖这台，我只是好奇询问啊，对。嗯，像我们就封做完自己家里以后，我们都没问题。对，因为你刚刚说一代二代，代表说你有预期要做出来改进的意思，所以什么时候会有成本？还要再一下一把，去学校附近找一个店家跟他推销。烘过再买，然后再去，可以说你先看哪？你现在在烘吗？你买这台买不起的，因为弄半年至少有50万，要吗？要不算了，马上卖给你。对，他不能先给你卖，赚一点材料费就好。那 Tony Stark 是你的英雄吗？就是你们做，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也是他变钢铁人出来是这样变的。钢铁英雄，钢铁人不是，是会不会做为什么？开玩笑，因为钣金的大概都做钣金零件比较多。对啊，钣金。夹可以灌对吧？哦，很厉害，对啊。就收纳就对了。对对对，可以灌上去砰，砰这么走。那你们真的是花做专题的时间一年去研究完所有的东西？因为说我不知道，刚刚有涉及到我家里可能就有这种，对对对对。所以呢，我对烘焙的那些原理其实都有一定的了解，对，了解。然后因为家里就有过机，就是家里就有烘焙机，嗯，我也都有拆开来看过。可是你们多学习了这些电路、电控的东西，然后记录的东西、程式的东西，都是在这一年内玩做一些。你们刚才说做一些小东西，有没有做完？除了咖啡机之外的，你自己做？有啊。嗯。那你是不是这个一年的课大概只能做这个？对对对，做起来就很厉害了啊！哎呦呀，天哪！嗯，这个你们烘出的豆子真的能吃吗？有杯测过可以喝。可以喝。对，有杯测过，我自己去就真的用这一台，对，这台烘的，像这边豆子就有测试过，是，这是可以喝的。那郑老师只是来说，你会不会从你家里拿来？相信可以，这很厉害。对啊。下次应该现场烘，然后现场，如果大家喝，场地受限，要不然就马上。如果有瓦斯的话，我们没有，真的后面没办法，后面没办法。真的，这都已经不是什么专精进的，那个做产品。旁边那一台哦，那个射出成型机哦，那个市面上哦，他们开发出来一台，好像是成本不到10000块，但市面上哦，现在外面在卖一台，100多万。这是我们所开发的时候成型机，谢谢哦。那大特点的话，主要是说它的价格相对于外面的大型机还是非常的便宜，而且可以做到自动化的控制。那现在部分它现在要进料大热模具，它等一下退模，它等待个10秒钟就让它退模。桌上型的塑胶，桌上型的塑胶是什么机？是小台。一般我们讲的是机组是利用机械原理，然后弄个模具，然后来。我讲说做模具的比较会做模具，跟比较做设计。你现在温度调多少？现在是两暖205度。205度。那我现在因为我们是1:3的变导模。所以压力部分的话，我们之后可以再进行测试。我们现在主要还不知道压力多少。对，因为我们现在主要就是要让它的成品是完整的。因为我们开发大概是7000左右。7000，你7000几？你不能讲7000啦。材料费，材料费，材料费，那个讲那个智慧就不是这个。智慧跟技术无价。人家卖价格包装就要再买。那个卖个8万就很好了哈，人家卖10万，你卖8万。那你组这一台设计完到完整，总共花多少时间？五个月的时间。从一开始的构想到整台机械组装，大概是5个月。包括测试完成的话是5个月。当初的发想为什么是这样？让 Lampis 装好。嗯，这个话是我们 3D 常用的。对。所以它可以把成本压得很低，而且也可以符合我们做动作。但是如果是 3D 列印机那边，你说没有很成功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它的材料强度不够。而且它再怎么硬的话，它材料因为是一层一层的，所以它可能一个不小心硬不好的话，它材料就会干脆用喷的，对，给你修，就会用脑子。是，原本老师在介绍的时候就有制作成一点自己做的，自己做。对啊，控制面板。对，控制。这个瘦出来的猫，压制点。那这个压制点要再对再。再修掉。再修掉。对。然后这边是3根顶出销。那点比较麻烦。你们压铸点可以做一个弧度线，它比较把这断掉。我们是
用追渡型的。追渡型，因为你追渡型下来的话，这个点会太粗，你用还是会太粗。这个弧度型那边比较小，就拉就断掉。因为我本身做收雕。你长大，你长大。好，谢谢。介绍不是跟我介绍，谢谢。从头开始。不用像比赛这样啊，讲重点。好，讲重点。讲重点。那你就，我们做的是中药，然后我们的名字叫做科学中药。嗯。对，然后我们因为现代科技日益发达，然后也深受外国思潮的影响。所以我们想让现代科学的理性与传统中药去做结合，把中药加入科学的元素，却又保有了原有的传统，然后并且通过设计让中药变得更有质感。这是我们商标，我们商标主要是参考了太极作为发想，对角线的斜线代表平衡，左上角的圆代表科学，要很清楚明了的知道我们将科学与中药融入在一起。平方的代表是中医与西医这两种艺术，经过互相搭配，效果能够加倍也更好。哦，吃鱼脑，然后可以吃鱼眼，然后可以固眼。或是吃猪脑可以补脑，但其实我都是有反抗的。但所以我们想利用现这样的概念，然后转换成将具体的食材化为联想造型。例如俗话说吃脑补脑，吃铁补铁，所以我们将铁的形象具象化，衍生出螺丝帽形状的药锭，让吃到的人能感受到幸福的感觉，在心灵上也有精神安定感。这是螺丝钉，这是音符，那是音符，音符代表吃音补润。嗯，然后这里面全都对。对，然后它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是，吃烧。它的意思，音符吃了之后喉咙会好，对，是不是意思？对，我们形状代表它的产品的疗效。可是重点是想要表达就是达到心理的安定。我们就是从生活中就是的，像以就是像我阿妈，她就想说叫我吃鱼眼，或者是就是想说可以固眼，但其实这样的说法它其实是没有个正，就是没有个疗效的。对，现在我们就想用以形补形的这样概念，所以研发就是，对，就像这个是音符，它就是吃音补润，或者是吃铁，我们就衍生出螺丝帽形状的药锭，对，然后就是利用这样的手法，可以达到一个新的心理的那个医疗意向，对，然后换你讲，然后我们产品包装啊，以方便开关为主要发想，将原本的元素周期表。经过设计后，设计出内有120阶可使用，可以透过区域划分及数字寻找对应的中药材。在一包装内的药材进行相加，最后呈现在包装上的数字即是总和。我们的试验果，并且加入中药的烹调方式、正确使用方法以及功效。你可以摸摸看上面的材质，只有吉祥之意。不管他吃给你吃什么，你只要看到这个就很想吃了，就好了，不是？我们在这专业主要传达是一个概念，对，我们是想推广就是翻转以形补形的这种传统迷思，对，然后利用这样的专题，然后是做。这样的手法，然后会让人，因为有些人其实害怕中药味，所以我们想利用这样的形式，也让害怕中药味的民众也可以接受，也可以达到一个心疗的心理的医疗意向。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们没有，就是因为这样的发想，然后去试着想想看，说，这个这样做成，就是你原本的中药材，是不是真的能够做成这样？有想过，有想过吗？就是如果厂商来找我们，对，如果厂商的话，我们就是如果可以接，就是。用我们这种概念来套用在他们的，对，因为你看顺天科学中药那一粉，它可以变粉嘛，粉就可以，就是如果可以把它就是塑形一下，就是其实就会，所以可以跟顺天中药合作，顺天最大啊，顺天大的乱七八糟的，就是，对啊，在你们上，对啊，还有什么想？不是想问什么想要跟部长讲的，不是想问就是中药材如果。味道还是苦的，就是好像还是不太想吃。味道我们应该味道没办法控，对啊，加很多糖之类的。对啊，加很多。然后再介绍，在就是这五种吉祥物在生活，都是有长寿之意的意思。然后里面画风都是使用工笔画风，排版是使用传统农民力来做排版。对，这三本都是。补铁补铁。对，然后像这本是我们的中药禁忌册，中药禁忌册是在介绍在使用中药时不可和种食物一起搭配来吃。然后这个药锭册就是介绍我们这十种药品的功能。对。真的，吃中药不能跟牛奶一起喝。就是其实跟中跟西一样，就是吃药的时候尽量不要配这个。对，然后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画制而成的，然后内容的风格我们都是用
工笔画风的手法去绘制而成的。像这些都是你们，所以都是我们自己画，然后自己做排版。这不是口号而已，真的是这样。嗯。只差没有把东西。虾，虾，虾，虾。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动画。是，我们所做的虾客是用逐格动画的方式呈现。我们把水墨结合志怪的故事，然后想要打造出诡谲的氛围。那我们故事的大纲是，我们的男主角虾客是以捕虾为业的捕虾人。那他有一次到客栈交易的时候，无意间听见了酒。这是你自己画的吗？是是。嗯，哦，还有艺术的，是，他们说的那个竹格啊，就是它是用电影原始的方式张一张画出来的，这个洞看起来像可以动动一张一张画出来。不要小看这个动画，我们在电视上常看到很多动漫嘛，对不对？你把这个包装完之后，也是一个。嗯，很好的一个艺术的一个动画，八十，你总共画了多少张？对，总共多少张？我们是绘制了近四千张。嗯嗯，可怕。纯粹是看图说故事，对不对？是没有旁白，没有口白，没有音乐跟画面的情景，只能意会。嗯嗯嗯，一张角色人物的是。谢谢，谢谢。那前后是花了将近一年制作的时间。那概念发想就是，其实好了。换边，来。还有事业、家庭，还有运动三大元素结合。我来给你介绍我们其中一样产品，它是手转自行车卡翘。它在家中的角色定位是给它去除掉了传统的链条，那除了安全性的提升，它还是我妈妈不能用。对，这是我们初步的一个设定而已。所以这个有点点特别，为家庭成员可以量身定做它适合的。那这样手会不会很酸啊？手就是一种新的运动方式，那当然它是塑身啊，塑身，对，就是这样，对。就是这样子去做准备。你知道现在全球做运动器材最大的艾威吗？全球做最大的艾威那家公司是我一个35年一个朋友，他目前有20000平的厂房，2000多人，他们做运动器材各种器材都开发，这个可能可以参与他的行列。这个是真的会车只要会动吗？假设可以跑吗？它现在可以稍微运行，对，可以走啊。对，因为它是可以走，就是用手让它走的。对，然后稍微向后面，让它练车。哦，是，它是靠，不是靠链条，靠那个，靠嘎皮带就叫嘎皮带。它没有透过。这些是有些是焊接，然后有一些，比如说这些部分是 3D 列印，然后我们回来之后自己打磨，然后再送给烤漆。这台脚踏车是你们自己做的？是，是啊，整连骨架都自己做的。对，不那么厉害，我也是买现成的。可以想到这个方式不容易，就是这个，这个你们是为什么会有这样想？就是设计，结构，一种是它是也是一样新的方式，可是它这边是也是永远链条，对啊，对。另外一种就是它一样是直脚踏，但是它把这一根整个直到这边。想要把它结合在一起。哦，所以它那个你参考那个，它原本就是用培林去做的。是。哦。然后就稍微改。嗯。你目前的那个都是你们做的。是。目前的倍数多少？你知道吗？倍数。对。你现在转1000，它底下转多大倍数？这个我们没有去。倍数比。因为倍数比会牵涉到扭力，你的扭力的大小会牵涉到它的速度。那个倍数比你没有办法变嘛。固定的嘛，对，我们现在技术还有在那个，因为它是固定的一个速度，这个脚架真的自己。哎，你们是设计科？是，我是美工科的产品设计。哦，美工科他们另外一个。那你们像会做这个，有去用到其他你们美工以外的其他科的领域？委外请师傅帮我们接，然后我们在旁边监工这样。嗯，就是你把它设计出来。对。
欸，你在设计，你在用这一组的时候，你有想过，就是如果它是真的变脚踏车的时候，它变速怎么处理？我当初有想到，可是是因为技术上的问题，没有办法达到变速的那个。但是应该有想过。对，应该对，没办法变速的话，它会有更多。更多齿轮，不同尺寸，就加上你累，让你瘦身了，还让你变速。就是这个，你想到这个就会想到脚踏车，是啊，就想到它，就是让你弄得很累，然后就运达到运动的功能。所以你有想过，是如果要的话，可能改装在这个地方，对对对，让它接不同大小的那个齿轮，对吧？因为联想其实在就是真的创意发想这一行其实很重要，对吧？如果你有想到这件事情，那就代表我要可以学习。哦，这个。看到你的人前了啊！不用紧张，不打那个好。为家庭的每个成员设计一套，对啊，为什么想法是很特别，对啊，或者是什么？就是其实像我家人比较少，然后每天回家之后，可能打开门看到的第一幕就是家人全部都在滑手机。但是他等于是一样是滑板车，那也是一样，把那个设计图画出来。前进的概念是什么？花式滑板车，它像青蛙一样，后面这样开合开合，就开合开合，它就前进了。哦，它只是应该是手机，对。那我想说，你要怎么滑？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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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您自己准备好手机，快点开。好，加油哦！来，副导，小天使导游，这边来。好，加油哦！好。好，加油！哎呦，你这种又有牧师，又有僵尸。好，谢谢。好，加油哦！你们的手机。好，来，你这台这么大。辛苦你们哦。来。靠近一点。来，先看我，来三二，这张。好的，谢谢。谢谢好，加油！早上的都没有机会。文化协会的网站提供大众可以在线上订购环保清洁剂。他们的由来更认识了他们在芬兰赫尔辛基所成立的 Yoso 品牌，深知他们以环保外交作为目标，在各地进行推广，为台湾的国际交流尽一份心力。丰硕环保小学堂不再只是地区性的据点，而是引领台湾环保的精神指标，实际落实环境教育，带动社区发展，更能凝聚居民的向心力。从实作到研究，再经过一连串的商业分析过后，更在我们实际走进校园参加巡回后，从小朋友脸上喜悦的表情，寻找到环保造运动所带来的意义与感动。